你退休了哈？嗯，我退休。工资开多少钱？2900。你呢？我3600。3600。工资3600。工资低，觉得。妈呀，大姐，你还想找多少钱的呀？我想找。人家工资4000-5000的，人家还嫌你工资开的低，还嫌是 AA 制呢。AA 制那不扯，我也不找那样的。我寻最低得挣4000。4000跟3600差400块钱，大姐，现在400块钱好不干啥的。大爷大妈来相亲，只因大爷的退休金差400，不到4000元，直接被大妈 pass 掉。大妈，咱能拿镜子好好照照吗？自个几斤几两没数吗？王大爷今年75岁，退休金每月3600元，有房，虽然已是古稀之年，但依旧能看出大爷曾经的风采。大爷说了，当年咱也是厂里公认的美男子之一。号称车间 F 四，年轻的时候，在我们单位我也算美男子之一。这是我吗？这年轻的时候，你都说人是美男子哈，真挺帅的。这是我啊，这是多大岁数啊？那是36。啊，36，记这么清楚？嗯，我这当兵是23岁。23岁，确实是啊，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很帅。别看大爷颜值始终在线，婚姻上却一直坎坷不断，连续换了2人媳妇都没有让他安稳下来。至于离婚原因，大爷只送来一段省略号，那我们就全当他是受害者吧。没有爱的灌溉，生活百无聊赖，看着秀恩爱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只有我雷打不动的单身。这回王老头邓上哥急离做不了。那你想找个啥样的呀？还能过日子给我过得老的，第一个是目测啊，目测要长相啊，长相，长相。第二个得有工资啊，有劳保 啊，有医保卡啊。第三，身体也得好啊。第四，得会过日子啊。啥叫会过日子呀？你拿钱当钱花，别买些没完的啊。你就买衣服，我同意，我也不当，对不对？啊、你自己钱你花去呗啊，对不对？买衣服不能花你钱买？能，可以。可以的，你不能说今儿买一件，明儿买就一个礼拜买三件啊，那谁受得了啊？你穿着美啥去，是不是？对于未来的老伴，大爷的要求很明确，长得好，有劳保，还得会精打细算过日子。大爷就怕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啊。根据大爷的要求，红娘找到了今年69岁，退休金每月2900元，有房的张大妈。没啥买的，买点水果。挺好。这还有一大啊，哎呀，买这些啊，买4样，自己进门 啊。你们两个互相做一个自我介绍啊。我姓王。啊，我姓张。啊，长得凶，长得挺狠的样，还算行吧，一般。啊，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凶，但是演员上还能过得去，是不是？嗯。两人见面后的大爷就被大妈的这一脸横肉给吓得不轻。话说水不是不知深浅，人不教不知好歹。刚刚还心有余悸的王大爷，看到大妈在厨房里忙里忙外倍感温暖，对大妈的态度也稍有改观。有没有啥需要大哥帮忙的？大哥啥都会找。没有，我帮你做。没有，没有，大哥啥都会。尝尝尝尝，快尝尝大姐这个心意和手艺吧。来来来来，那我们也是，快快啊，尝尝尝尝尝尝。大姐这忙活一上午，哎呀，没有忙活一上午，我就是做的慢。咋样？大爷，这土豆丝不好夹，不行，咱就一根一根的吃，吃5根掉3根的，实在有些不雅哈。尤其是看到大爷那黢黑的指甲盖，瞅瞅大妈那脸，青一块紫块的。我看他那个手指盖啥的都不见人家干净利索的手指盖。这指甲是染头发那黑油，染头发的黑油啊？嗯啊，你自己染头发？自己染的啊，没染好啊。平时还自己染头发？我买的染头膏。大哥那个指甲是染头发？是染头发，嗯，弄的那个油，前天染的。对，所以他不掉，有点没洗下去，一个礼拜能退。可不是嘛，美男子怎能接受一丝不完美呢？头可断，发型不能乱，鞋可留，皮鞋不能不擦油，别管家里干不干净，人必须得干净利索。知道大爷指着黢黑的缘由后，大妈也表示理解。可接下来大爷主动提及的话题，把此次相亲差点推向了失败的边缘。你退休了哈？嗯，我退休。工资开多少钱？2900。你呢？我3600。啊，3600。你搁机场退的哈？嗯。Thank you.
所以我这么想想，就是花我的工资也够了，一家人嘛。因为我过去的工资也给老伴儿，对不对？何必找老伴儿不给人？不一样吗？这是几个意思啊？此刻不应该有掌声吗？大爷都主动上交存折了，咋还不乐呵呢？工资3600，工资低，姐。妈呀，大姐，你还想找多少钱的呀？我想找。人家工资4000-5000的，人家还嫌你工资开的低，还嫌是 AA 制呢。AA 制那不扯，也不找那样的。我寻最低的挣4000多。4000跟3600差400块钱，大姐，现在400块钱好不干啥的？400块钱那叫差吗？不叫啊！你就因为这400块钱，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错过了，那不闹笑话呢吗？谁想想谁不觉得这事可笑啊？差400块钱。再说大哥说话多敞亮，大哥说的是啥？大哥说我跟你过日子，钱都给你管。你知道现在多少男人算这个事儿啊？这多敞亮啊！你还考虑啥？工资低，太低了。像我这女的是挣3000还凑合，男的挣3000多块钱。男的女的差在哪儿？男的应该挣得多了，管家嘛。男的是个一家之主呗。男的挣得多，早前大家要求男的挣得多，是因为男的需要养家，女的需要持家。那现在你们这个岁数了，大哥也不用你持家，屋子。是不是俩人一起收拾饭也不用你一个人做，洗衣服都是洗衣机，你说这个家里需要你干啥？你们两个现在走在一起是两个人彼此寻求一个温暖和陪伴。我真想工资低，别的真不咋差，还行，人儿长得还行，人儿长得工资不低呀，工资3600还低，你不够花吗？3600不够你俩花吗？那我不知道，那挣4000多的多好，我考虑考虑。我滴个苍天呐，我看你就是属塑料袋的，咋这么能装呢？不能因为你长得圆就拿自己当电筒，照见别人照不见自己啊。咋的，找个4000多的，除了提高生活质量，是不是还想给儿孙再存个小金库啊？真是猪八戒吃人参不识好歹。大妈啊，都是菜摊上的黄菜叶了，不值钱了。要说咱们小红娘还真是有两把刷子，想有了去头头是道。虽然此时的张大妈是老母猪进栅栏，进退两难，最终还是同意给大爷个机会再深入了解下。没想到因为大爷的一个小癖好，来人彻底凉凉了。酒酒呢？哎呀，不行，大哥喝点，来，大哥喝点那个。我也不喝啤酒，妹、嗯、子，我也不喝啤酒，白酒就一两，那还得来血了、粘血了、啊。平时不喝酒，但是我抽烟。啊，抽烟。记了好几次也记不了，抽烟不行，那绝对不行。抽烟我闻烟味我就咳嗽呛，过敏、嗯、不当着你的面抽不没事吗？哎，他身上不有烟味吗？他就记了吧，他记了行，记了我就考虑考虑，烟记了你记不了不行。我25岁抽烟、嗯、抽到75了、嗯、抽50年记好几次也记不了。当朋友吧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走吧，来讲。恭喜大爷避坑成功。好了，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，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3秒钟。我是按你们的小咖，我们评论区见。